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505页，505页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又大贤菩萨，普贤为首，故教化一切有情，行普贤道。大乘佛教里面有大智、大愿、大贤啊，大愿地藏王菩萨，啊，大贤呢就是普贤王菩萨，这大贤呢普贤为首，故教化一切有情。这个地方一切有情也是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啊，行普贤道。普贤道呢就是十大愿望，虽然只有十句，我们知道十善业道经里面十条啊，诸位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十条啊展开来在小乘就是3000位，啊，3000位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道，在大乘呢也不例外，啊，大乘将十善业道展开为84000细行，叫菩萨。84000细行归纳起来的也是这个十条啊，那我们就明白了普贤菩萨这十愿展开来何尝不是84000的啊。华严经上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贤啊，智是解门行，是圆圆满满的实践啊，结了之后有行，这才能证果啊，如果有结没有行不能证果啊。佛是代表本体，代表自信，毗卢遮那了，毗卢遮那没有形象，他是化身啊。这个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毗卢遮那是遍一切处，遍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啊，他没有形象，啊，表现的菩萨表修的，啊，菩萨在因为，佛在果位，啊，净中的果是常寂光。我们知道，只有妙觉才住常寂光。啊，那么毗卢遮那是妙觉。下面念老即归峰大师的注解，这个是华严宗第五代啊，宗灭大师圆觉经上的解释，是普贤者归峰大师曰：以月字体，就字体上来说，体性周边叫普，随缘成德呢叫显，这是就自信啊，自信就是字体，从自信上说的啊。普贤这两个字是性德，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自性普贤的，本来是普贤的啊，体性周边，这就是普的意思啊，随缘成德，随一切众生之缘。普贤行落实在教化众生啊，凡是教化众生，当然先成就自己，自己没有成就就不能够教别人啊。看到普贤的德号，我们就想起普贤的誓愿舍善容易修，舍愿不容易发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普贤心，普贤的心，你看性体周边随缘成德，是不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普贤心。贤首过死，三种周遍里面最后一条说含容空有，那就是普贤的意思啊，含空容有啊，有就是今天科学上讲的现象啊，所有一些现象你都能包容，而且是平等的包容啊，智慧慈悲的包容啊，所以普贤的誓愿谁能够行呢？华严经上圆教初住菩萨啊，他们真发菩提心了，才能够修普贤心啊，
实现位的菩萨，那是学习，还都做不到。啊，这些我们都要懂得。我们今天走近路，求生净土，往生净土，弥陀世尊以本愿为神加持我们，我们就有普贤的心量，能修普贤的德行。啊，不能往生净土，在我们这个世界，甚至于在十法界，都做不到啊。第二，有诸位，这从菩萨戒位上来说，啊，取其无疑，这叫菩萨。临极亚甚月仙，取是未取，普贤菩萨度众生，卧道众生也度啊。那他要不度的话，普的意思就没有了啊。地狱众生他照不照顾？肯定照顾。越是苦难重的地方，菩萨越不会舍弃。卧道众生迷失了自信，岂乎造业？菩萨怜悯这些人，以神通智慧啊，去帮助这些人，这些人不知道感恩的。不会认真去学习啊，绝大多数都是当面错过啊。可是菩萨不舍众生，啊，总是跟着，只要相信，啊，哪怕有个万分之一的信心，也不会舍弃。啊，只有完全没有信心，菩萨在周边照顾，只要能信、能愿、能解，菩萨没有帮助的。能行，菩萨会大幅度帮助你提升。啊，能行，也就是一般大经上常讲的根熟众生。啊，他不但能理解，他真能够落实，他真做到。啊，这一类的人呢，在这一生当中一定会成就。啊，能解不能行，这一生未必有成就。啊，能解能行是决定有成就的。所以临极亚甚，啊，大甚是佛，
亚身是等觉菩萨。啊，普贤确实是等觉。啊，凡是修普贤行的，都成为普贤菩萨。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普贤菩萨。我们这部经第二品，第二品还是续分，品题得尊普贤，由此可知普贤跟净宗的关系啊。夏莲居老居士告诉我们，中国人讲净土宗的出处，庐山慧远大师啊，最初建立念佛堂，集众共修，在庐山建东宁念佛堂，东晋的时代，啊，连有123个人，个个成就啊。那个时候依据的经典只有无量寿经，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在我想象当中应该梵本已经到中国了，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员工建立念佛堂就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成为净宗第一经了啊，员工成为净宗的初祖，这是在中国。如果就娑婆世界呢？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是在我们世间成佛，我们世间是应身。啊，他实现在娑婆世界成佛。最初率领大众啊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是吧，娑婆世界的初祖啊，但是还有个初祖，那个初祖上遍法界虚空界，啊，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的大势至菩萨。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就知道了。啊，那是法界的初祖。啊，所以有娑婆世界的初祖，有中国的初祖。我跟黄念老认识，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念老就告诉我，你要到美国去做初祖吧。啊，确实在美国弘扬净土是非常不容易。啊，美国有佛教，禅的风很深，密也很深，
净土没人讲啊。啊，确实我们把净土带到美国去了。啊，所以这地位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普贤菩萨。啊，华严会上也不例外。啊，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个导归对象是谁？是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是导归这些人。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净土如果不是真实真正的殊胜，文殊普贤为什么发愿往生？不但发愿，还要带着啊，华藏世界的41位法身菩萨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什么理由？啊，我们在思维，我们在探讨，理由应该就一个，在华藏世界修行成佛难，时间要长；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呢，时间大幅度的缩减了。啊，它快速啊！啊，文殊普贤是毗卢遮那的，等于说助手啊，这两大菩萨了啊，他们把毗卢遮那佛的这些弟子通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毗卢遮那佛没嫉妒，没生气，没有责备，你为什么把我的学生都带跑？没有啊。啊，不但没有一点嫉妒，而且还点头。啊，带得好。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吗？那为什么不去啊？啊，华严经上出现这个现象，让我们联想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那就是讲诸佛如来啊，他们的上首弟子大概也跟文殊普贤一样，这才凸显极乐世界的殊胜呢。我们相信决定不止只有华藏世界的文殊普贤啊，把这些同参道友统统带到极乐世界去。我们相信十方世界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啊，这种表演是做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坚定了信心。啊，不是特殊的殊胜，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啊，随着灵机压身，能够跟压身做邻居了，这个地位至少是十地菩萨登地了，跟着等级等觉逐渐逐渐靠近了。这说明全都是普贤菩萨。第三呢，有当位啊，他现在的地位，得无不周越普，调柔善顺越显。当位什么？当位就是等觉啊，他现在的地位等觉菩萨了。四十一位菩萨里头，他的地位最高了，再上去是成佛了，妙觉如来啊，菩萨地位到顶头了啊，得无不周，调柔善顺，这是显的，自己通通都做到了，才能教化众生。啊，特别我们看到这两桩事情，一个是柔，一个是顺。啊，如何？中国人讲孝顺呢，这个善顺就是孝顺。啊，孝顺谁？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能不孝顺呢？啊，我们今天孝顺的对象是父母，佛菩萨不然。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蚊虫蚂蚁要少孝顺。啊，魔鬼畜生，无间地狱。没有一个不孝顺的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搞明白了啊，看到这些经文，听到这个说法，我们能接受，我们不怀疑了。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是初住菩萨的地位，啊，初住菩萨应化在世间，有能力以八相成道啊佛的身份出现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啊，我们前面学过四种成佛啊，第一种实性心满，圆教初住啊，他就有能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他就能现八相成道。啊，虽然他无始无明习气还没断干净，
那个不碍事。啊，无始无明只有一个障碍，障碍他不能够回常寂光。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障碍都没有。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所说的三十二应，初诸菩萨通通具足。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情形又不一样了。凡圣同居图去往生，身份是人天，方便有余图往生的是三乘。啊，方便图，十宝图叫一佛尘。啊，前面这二图都有三倍九品呢，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借作阿惟越之菩萨。那换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也是阿惟越之。换句话说，也就有能力应化在十方世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呢，就度化众生呢。啊，这个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极乐世界的殊胜，无比的殊胜，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十宝图得弥陀加持，不得弥陀加持都有能力。啊，得弥陀加持，他那个能力就圆满了。啊，这当位的菩萨，故本经中与会诸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在第二品里头一开头就说这句话。所以我们晓得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那么普贤十愿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啊，过去弘一大师在世，这个老人出家之后以《普贤行愿品》这部经作为每一天的课诵。啊，他早课晚课就是念《普贤行愿品》，跟别人不一样啊。啊，他念得很熟，听说能够背诵。普贤之德者，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自利利他了，无有穷尽之德。啊，普贤之德纲领就是十大愿王。十大愿王怎么个修法？乐是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实行为
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无疑不是修普贤行。啊，普贤行跟一般大乘菩萨有什么差别？在事上讲，没差别；从心上讲，有差别了。你看前面所说的，提舟发界，随缘成德，这个是从自信上讲的，大家都有。啊，但是第二、第三呢就不一样了。啊，趋吉无疑，救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个不漏，叫无疑，不是普通菩萨能做到的了。啊，在单位里面得无不周，调柔善顺，这也是一般菩萨不能跟他相比的。善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的愿呢，不容易做到啊。他的恒顺众生是真实智慧，啊，他的随喜功德是这部经上讲的真实之力。啊，全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自行化他当中做到了，做得非常圆满。啊，自己成就，你看，佛教余土众生，极乐世界其他诸佛国土，啊，与他有缘的，都以这个方法了，去教化众生，啊，这个教法。在佛法里头是最高的教学方法。我们念起来真是漠不经心呢，囫囵吞枣就念了。啊，礼敬诸佛，普贤菩萨的礼敬，啊，礼是在形象上说，敬是在内心上讲，内心那种沉静达到极处啊，是从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没有通过意识。啊，平等的恭敬，普遍的恭敬，变法界、虚空界一个众生也没漏掉的那种恭敬。啊，在面前的恭敬有离敬。不在面前的也是理解。谁能做得到？
啊，他做到了。凡是修这个法门的，通通称为普贤菩萨。啊，所以普贤菩萨有51个等级。啊，我们如果要学初心位的普贤菩萨，啊，但是我们这个初心位没拿到。啊，为什么呢？初心位的时候身见破了，我们身见没破，边界没破，成见没破，那我们修普贤菩萨，修普贤十愿，是在预备班，不是正式的班，是在预备班。啊，那遇到净土呢，这个班又变成特别班了，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预备班。一往生就进得了，进等不见得的是从一年级二年级开始，进等可能提升到插班了。就像前面谭鸾法师所说的，极乐世界不一定是按部就班一地一地往上提升，啊，不一定。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他可以跳级，这就是为什么华严会上文殊普贤率领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那个地方可以超越，在华藏世界不能超越，按部就班，一级的往上提升，啊，那可以超越，啊，没有这个好处，那去了干什么呢？如果去完全是相同的，没有必要。啊，这个地方学习很特殊啊，跟一般诸佛如来教学不一样啊。啊，戒心普贤之道。啊，这个大乘经上我们读过，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换句话说，普贤行是必修的科目。啊，什么时候修呢？至少语言教初住菩萨开始修。初住菩萨有这个条件，发菩提心。我们看幕后这段，如是极乐大士，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披红饰铠，入生死海，随身他方世界，或现秽土，应由弥陀愿力加持，永离我去。极乐大师总指所有往生的这些人，
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这四个字全都包括了。这些菩萨啊，都披红饰铠，这个红饰四红十愿，我们跟普贤菩萨关系密切，当然也披着十大愿望啊，还有在极乐世界啊，肯定也具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是红饰铠啊！啊，这样再入生死海，这个生死海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苦难众生多啊，他们又来了。我们今天地球上遭这么大的难啊，这些菩萨来不来？肯定来。哪个地方有灾难，他们都到那里去，把这些灾难化解，不能完全化解，等于把它冲淡、减轻了。啊，为什么不能全化解？众生的业力啊，灾难就是消业障的啊，消业障受的苦太深太大，菩萨不忍心，也跟大家在一起接受灾难啊，他跟我们在一起接受灾难，灾难会减轻啊，这是菩萨无尽的慈悲也啊。虽生他方世界，这个生是世现啊，无论是应身，应身是到这个世界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投胎啊，也有父母，就八相成道啊，有化身啊，我们有急难的时候，他在旁边帮忙，我们也不知道从哪来。啊，他帮助我们很多。灾难过去了，他也离开了。啊，不一定再碰到他了。这是化身，应身化身都有啊。啊，应有弥陀愿力加持，永离我去。啊，他在我们这里混在一起啊，跟我们同样的行持，我们造业他也在造业，我们造业有果报，他造业没有果报啊。什么原因？他没有心，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造业没事，没有果报啊。我们造业有心啊，有心就有果报啊，我们迷嘛，他求悟嘛啊，这个在四摄法里面叫同四摄，所以同四摄要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不可以同四啊，那你真的造业了啊。有这个本事啊，
形象上跟你一样，骨子里完全两样。人家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心里头没有痕迹。啊，得佛力加持，啊，他不会得三恶道，个个随其意落，啊，个个应化的这些菩萨们，随其什么随众生，恒顺众生呐、啊，或者为众生说法，或者示现。听法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释迦示现的是说法啊，目犍连舍利弗这些人，世尊告诉我们了，他不是凡人呐，他们早都成佛了啊，成佛。道家慈航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啊，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做出那个学佛的样子给别人看，是影响别人了，哎，他来听法啊，他不是凡人啊，或心眼神通啊，透一些信息。那么现在现神通透信息的人太多了里头有没有真的呢？有。有没有假的呢？也有啊，真的假的我们不能辨别，那我们得小心谨慎了。啊，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决定不能把它当真。啊，你把它当真，那亏就吃大了。啊，哦，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应对呢？经典，经典是我们的标准啊！你所透的信息跟经上讲的一样的，我们可以相信，可以接受你。跟经典完全违反的，我们理都不需要理的啊！他教给我们应对的方法，跟经上讲的一样，可以参考啊，增长我们信心。与经典所讲的方法是相反的，我们决定不能够信从，这个重要啊！啊，我们今天的法门，这个应对的方法是绝对的方法啊，决定不能够改变的，那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不错啊。啊，他叫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不能听他的。啊，这是对于一些灵媒应该有的心态。啊，随意休息，悉皆圆满。啊，你看。能随众生的意思教他修学的方法，他都能得到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啊！这是众生学了，为什么呢？众生善根不相同，福德不一样，至于不相等，有人心量小的
啊，现前苦难解除，他就很满足了。有些人并不在乎眼前的苦难，他要想到来世，想到往后，啊，这个里面有大乘，有小乘，啊，恒顺众生，啊，去帮助他。众生受教，一皆至心信要。求生净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是这个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啊，你把净土介绍给他，他能接受，他能信，能解。啊，肯。依教奉行，啊，发心一向转念呢，这众生这一生就得度了，啊，这叫根熟众生，啊，这是非常可贵的。遇到他，一定要帮助他，在这一生呢，成就妙果。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妙果，生到西方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满成佛的，啊，这是最难的、最殊胜的。这一面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底下这一章第十八章。啊，第十八章有两愿，三十七、三十八，啊，有两愿。这一章庄严妙乐，啊，我们这个课里面分了五段。大概是两章，啊，第一段呢是第三十七，衣食自治愿。我诸佛师，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皆至，无不满愿。这几句经文是一愿，以食自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第三十七，以食自知，饮食衣服兼送衣，种种共聚兼堂衣。这个地方念老给我们说明汇集这文字从哪里来的，啊，汇集最重要的不能改变语言译本的文字，啊，不能改动，一定要用它的原文，啊，所以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饮食衣服送衣本的，种种工具堂椅的，啊，又汉译第二十三愿曰：我国诸菩萨于饭食，则七宝不种，身自然百味饭食在前。是以了，不解自然去。
无疑的本质第十四愿跟这个相同。我们这个世界得的这个身体血肉之躯，需要饮食来养活啊，没有饮食就不能生存了。极乐世界人要不要呢？不要。不要，为什么？阿弥陀佛有这一愿。阿弥陀佛的愿不是自己在那里想出来的。啊，这个前面我们念过，一定要记住。啊，他是去考察参学211诸佛刹土。啊，这21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啊，表什么？表大圆满。啊，也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刹土他都去考察过，都去看过。啊，极乐世界是根据这样子建造的。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好的他统统要，不好的呢全部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成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怎么一回事情？啊，这个做法非常的合情、合法、合理。啊，我们真的能相信啊？啊，不是自己想的，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建造啊。啊，这种大愿自然的成就，这大愿功德的成就。那么看到有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六道里面的众生需要饮食衣服啊，居住的环境啊，为这些事情操心，为这些事情忧虑，为这些事情生烦恼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所以弥陀发这个愿呢，他这个环境里头啊，极乐世界衣食自然啊，你想要衣就来了，想要食就来了，让你一点都不要操心。啊，汉译这个23愿说得好啊。啊，我国就是极乐世界。诸菩萨想吃饭的时候实际上吸气。啊，特别什么去往生没有多久的还带着。啊，我们这个世界一些生活习惯习气没忘掉啊，到那一想怎么好久没吃饭了，这个念头起来了啊，念头一起来的时候饭菜都在桌上了啊，都就摆好了啊，念头一动它就来了啊，再一想哦，现在我们在极乐世界，我们身是发性身，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它马上就没有了啊。随着你的念头啊，升起这些现象啊，你看饭吃时七宝钵中，这个七宝钵是我们今天讲的餐具啊，啊，这些碗筷盆瓢啊，这些东西啊，啊，都是宝的，都是七宝成就的啊，非常精致啊，这里面生自然
不为饭食在前。啊，食已吃完了，不需要了。薄皆自然去，没有了，不需要去洗碗了，这个麻烦呢。你说极乐世界多好，啊，无疑第十四愿跟这个相同，啊，意思相同。又未已三十八愿，各种天人，于得衣服，随念即止。啊，心里面想要衣服的时候，衣服就在已经穿身上了。如佛所赞应发妙服，自然在身呐。啊，佛所赞的应发妙服是袈裟，啊，袈裟已经在身上了，不需要裁缝，也不会染污，不需要去洗衣服，这些事情通通都省掉了啊。一舍自然，那佛的袈裟啊，像我们这个二十五条衣了，这是大礼服，叫大衣啊。长礼服呢是七条，工作服呢是五条，叫五衣是工作服啊，七衣是长礼服，二十五条，九条以上到二十五条都称为大礼服啊。为什么缝成一格一格的呢？要知道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饭容易得到啊，每天托钵人家吃剩的，或者是特别给你留一点供养出家人的，衣不容易啊，衣很难得到啊，衣是要纺织啊。啊，出家人的衣服多半是茧，人家旧衣服破了、坏了、丢弃掉的，就捡这种衣服来。啊，捡来看看里头还有可以用的，把它捡下来。啊，累积在一起啊，可以缝一件衣服了，再把它缝起来，这么来的。因此，一件衣服质量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啊，穿起来也不好看了，所以佛叫染色，啊，衣做缝好之后，把它染成这种咖啡色的，啊，红黄蓝白黑，这叫五正色，这世俗人穿。那佛呢？佛把这五种颜色混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叫染色衣，这叫袈裟。袈裟意思是混合的、杂色的，五种颜色通通有。那袈裟就是很多杂聚在一起，这个意思。啊，所以饭也叫袈裟。啊，为什么不是一家托来的饭？啊，佛托钵的时候准许你出五家。啊，七家了，啊，七家，每一家给一点点，都在一个钵里头，啊，所以它是混合起来的，啊，那么这也显示佛法里头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和合。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啊，他不讲独立的，啊，他讲和，他讲包容，
啊，那么这袈裟里面，我是有一次在北京夜剧场，这宗教剧剧场，还有一个是这个文化局的局长，两位局长陪同我去参观山东青州出土的一些文物，啊，非常难得，正好在这个北京展览，啊，我就看了，那个东西是南北朝时代，我看到袈裟了。啊，我再想起他表法的意思。啊，袈裟这个大衣，它里面的纹呢是十法界。啊，最上面这一个呢佛法界，下面修的是菩萨，再修的是声闻缘觉。啊，到最底下的那一个是地狱。啊，这个意思好啊。表示法界啊，这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啊，念念不忘是法界啊，设法界的众生都要度啊啊，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一个什么意思，都称之为福田衣啊，一看那个才晓得它里头每一个是一个法界，法界无量无边的。从这件衣设计上的时候体现出这个意思。啊，你看它接头的地方，它这个格子是错综的，也很整齐。啊，那么到我们这个地方，并没有。这一条线并不是到此为止啊。啊，它还继续在延长，无限的在延长，这个意思好啊。啊，两头无限的让你延长。啊，是讲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在你一个身上一体，表这个意思啊。这两个局长陪我就在这个袈裟看到这个图案，我就讲给他们听啊。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图，不晓得包含这个意思啊。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才知道，这一件袈裟代表变法界虚空界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在这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继续看下面文。精进备集无以文义啊，五种原译本的经文义理，皆称此愿，名为一时自知愿啊。就这段经文虽然不长，不是一个本子里头的啊，五种原译本里头都有，把它汇集在一起啊，就皆称此愿。如会书设位仪，位仪流通最广，是康僧铠的翻译本啊，在五种原译本里面，他翻得好。
啊，文也比较通常，意很具足，所以古时候学《无量寿经》全学他的文字。啊，我过去在台中，李老师讲《无量寿经》啊，早年他讲过一次，是用夏莲居老居士的本子。以后呢，我到台中听他讲《无量寿经》，就是用唯一的康僧开的本子。啊，是隋朝慧远的注解，这个注解叫《无量寿经译疏》啊，我学过这个文字啊。老师对于夏莲居这个本子以后，他就不讲了，他把这个本子给了我啊，里面注解段落都勾出来，可以说相当详细，我们能看得懂。老师给我这本子，我很欢喜啊，我就想讲，哎，这本子很喜欢，比这个五种缘一本确实是好啊，非常欢喜。老师说是支持，但你现在不能讲。我问他为什么，他这个本子有争议啊，有很多人批评。他说你讲这个本子，你年轻出家不久，恐怕你招架不住。啊，我就明白了。啊，一直到老师往生了，他这个没注本，很多人没看见。我把这个本子印了10000本，在海外流通，每个人看到的本都欢喜。啊，语言成熟了，要我讲。我第一遍讲是在旧金山啊，第二遍好像是在温哥华，在温哥华讲过一遍啊。先后呢，用这个本子好像是讲过10遍啊，每到一个地方啊都讲这个文字啊。那个时候我跟黄念道没有联系，那不知道啊。一直到他到美国去访问，经过同学的联系才知道啊，没见面之前他的名字我知道啊，这个是李老师在台中曾经提到过，所以我有这么一个概念啊，知道没关系的外甥啊，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因为在这个汇集本里面，前面的序文没关系写的啊，没关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所以李老师对这个非常珍重。后面呢，黄念老一篇八文，有这么个印象啊。
听说他要到美国来，所以我们表示欢迎。那么他这个注解那个时候刚刚完成，我们现在这个注解里头他修订过的，我们第一次印这个本是原本，跟这个内容他有很多的补充。才看到他这个本子，他那个时候只带了一部到美国，都送给我了。油印印的，现在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油印。刻钢板，油印印的，那品质很差，数量。当然很少，我估计顶多120本。120本之后啊，那蜡纸就不能用了，字就看不清楚了。我相信他是选最清楚最好的带到美国去，就一套送给我了。听说我也讲这部经，送给我。我把它带回台湾，印了10000册，重新作版印了10000册，送给他，非常欢喜。这个注解就这样流通了。我们在海外广泛的宣传。所以大家对这个本子熟悉了，学的人渐渐多了，可是没想到还是有风波。在国内在台湾也有反对回籍本，让我想到黄念祖老居士采取极注的方法来注解，这个是智慧。如果他自己写的注解，这些反对的人对他会有批评，不承认他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无法流通。那么他今天用习注，不是我注的，是经上用经来注经，用祖师大德的东西来注经，不是自己的，这个让大家看心服口服，这没话说了。采取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述，总共用了193种。我们学这一部注解，就学了193部经论著述就好像唐太宗的群书治要一样啊。这193种东西里面精华了，记录在此地配上这个经文呢，实在是难得。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没多久他就做这个工作，真难得，真不容易，用这种方法的。真是智慧别人找茬的时候可以推卸责任的，不是我的，我从这儿抄来的，从那儿抄来的都不是我的他替我们做了这么一段好事所以这个注是极注
啊，不是他个人著作，记住，全是引经据典。啊，慧疏如慧疏舍位矣，佛本何故行此愿？这问得好啊！佛为什么会兴起这一愿？下面解释：见何国土，或者有一些国土，为一时故啊，苦以万般呐、啊，四时不宁处啊，一生疲贪求啊，疲是疲倦的，疲倦于贪求。何况何下丧数千生命呢、啊？祸中，这个祸是锅，我们现在讲锅啊，讲锅。以前古时候煮东西用鼎，鼎有三个腿，下面烧火啊，那是有角的锅。那个过程游牧民族啊，他随时会带走的啊，他移动的啊，以前这个以后从游牧到农耕了，农耕就定居了，定居才发明了灶啊，灶上用锅就不要那个足，球就没有了啊，这个或是锅啊，这是讲啊一时之苦啊，啊，为一时苦以万般呐、啊，啊，为这个辛苦啊，四时不宁处啊，啊，真是靠天吃饭呐、啊，啊，如果遇到水灾旱灾，要是一年没有收成，这生活怎么办？啊，所以。往往一个灾难，多少人无家可归，变成乞丐。啊，一生疲于贪求，他不贪求别的，贪求衣食足啊，不过分呢、啊。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啊，何况耕种，耕种多少这些生命啊，死在耕种当中，种田啊，多少小动物丧失生命啊，吃饭的时候啊，这是。户中煞无量蚕丝，这是讲衣服啊，蚕丝竹简啊，这些事情我们年小时候农村里面家家都做啊，养蚕呢、啊、种桑树啊，啊，蚕结成茧的时候，煮这个茧，抽丝，啊，这蚕全都死了。所以这一件衣服，多少蚕茧成就的？一直沉迷无涯，受苦无穷啊！啊，关于饮食。跟众生结了多少冤仇？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啊。啊，冤冤相报啊，这就是世间劫难的来由。啊，为什么会有灾难？啊，冤冤相报啊。
啊，是故愿言，所以阿弥陀佛观察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有这些事情，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人也是为了一时无可奈何。啊，但是杀害这么多众生，这是过失，罪过不晓得。啊，所以佛发愿，啊，弥陀发愿，我徒身中，衣食住者，随意现前，着衣吃饭，皆诸道法也。啊，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现在科学家提出来的，用意念。啊，这个方法佛在经上说过，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这一句话说的容易，真正做起来非常困难。谁能够置心一处？啊，真正能置心一处，最低的水平也是阿罗汉呢。楞严经上所说的九次地定，比四禅八定还要高一等级。啊，四禅色界定，四空定无色界定，比这个再提升一级，超越六道轮回。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不是普通人能做的。种种工具者，啊，这功夫所用的，啊，花香、床幡、宝盖。花是代表阴的，植物先开花后结果，所以供佛是表法的，啊，供养佛对佛的敬意，啊，里面呢包含着自觉觉他，啊，我们看到花。知道要修好因，后面会得善果。啊，化代表因，啊，供果就代表果实。要有果实，好的果实一定有好的化。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表这个意思，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啊，香是供养里面不能缺少的，香代表戒香，戒定真香，这香赞里头有啊，啊，它有表法的色彩啊，香也代表性香。啊，性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跟佛联系，取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是古时候叫战争，烽火台，烽火台就是香炉，
啊，古时候没有这些铜线，用什么方法呢？烽火台上啊，点狼烟。啊，狼烟，狼的粪烧起来，它的烟聚集在一起，不容易被风吹散。啊，一点的时候，烟就升很高。那个的烽火台点上烟，这个地方马上接着点，一下传下去，很快从边疆就传到京城了，就传到首都了。啊，让京城里面知道边疆有事情。啊，用这个方法传递。啊，所以这是通信。啊，佛门的香炉，香炉就像那个这个烽火台一样。啊，我们燃着香，让佛知道我们跟佛用这个通信。啊，心心相应，取这个意思。啊，如佛如何跟佛相应？点一支香，取这个意思。床幡也是信号。啊，从前寺院都有旗杆，旗杆不是升国旗的，是挂这个床幡。啊，佛法很谦虚，不宣传。啊，宣传显得傲慢。啊，如果今天道场里有讲经，希望大家来听，这个旗杆上呢就挂上床，床是圆形的。啊，升到那，升到上面去，告诉大家。今天道场有讲经，喜欢听经的可以来。啊，让你自动来，不是发邀请函通知你，不是的。如果今天有发会呢，发会就升幡，幡是扁的。啊，所以它是信号，通知大家的。啊，经讲的不好。请你见谅，啊，我不是邀请你来，你是自己愿意来的。这个意思好啊，谦虚啊，对人恭敬呐。啊，宝盖是防灰尘的，宝盖多半是在佛像的顶上。啊，佛像虽然在大殿里面，但是上面还是用宝盖，防灰尘落在身上。啊，这个意思防止染污，防止染污最重要的是心里的染污，啊，而不是身体的染污，啊，取这个意思，啊，璎珞，啊，这是庄严句，啊，表智慧等等。啊，卧具是三衣之外，晚上休息的时候卧具。佛陀在世，因为他处的是热带地区，所以穿着很简单。啊，有一块布垫在地下，这叫具。啊，现在佛门的具。那就铺拜殿拜佛，那个不是拜佛用的，那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下面，垫在下面。啊，现在没有用，没有这个用途了。啊，但是具还是有。啊，拜佛的时候叫展具。啊，这古印都没有，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啊，展具。天乐等等，啊，天乐是音乐，啊，音乐也可以供佛，
玩具也可以供佛，代表什么呢？代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你看《金刚经》不是《地藏经》上就有玩具供佛，啊，表游戏神通，啊，它有表法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人间不要当真，啊，把它看作游戏，你就没有烦恼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通通是工具，啊，这是六局几种代表，如是一切了，无量无边的，啊，这工具很多，说不尽的，皆随意皆知，啊，没有一样啊，不是随心如愿，啊，想什么，这个东西就现前，如愿供养。啊，我们供佛、供法、供僧，啊，供具不必去经营，不必去操心，随念就得到了。如无一月，于得自然万中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养诸佛，啊，万种植物上面加个自然，随心所欲，变幻而生，啊，用这个来供佛，啊，供养三宝。诵一曰：“我以神力，令此供具，自至他方诸佛面前，一一供养。”啊，诵一本子这一句也很好。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他的本愿为神，啊，让这些工具随着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礼佛、供养、闻法，这些工具都随着这一些菩萨让这些菩萨将这些工具都能够在佛前面供养，弥陀神力加持啊，是故云呢，随意皆至，无不满愿。啊，就同菩萨自己的心念一样，我想什么东西就在现前。啊，东西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供给的。啊，都能满你的愿。这个很不容易啊！啊，可是阿弥陀佛都做到了，四十八愿愿愿圆满，没有一愿是空愿的。啊，所以四十八愿，我们从这就理解极乐世界人、往生的人，他们在那边生活状况、学习的状况，全都看到了。啊，那我们肯定极乐世界是个学校，
因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讲得这么详细，没有把极乐世界社会状况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有没有过往？有没有上帝？没有，从来没提过。极乐世界有没有做生意买卖的？没提到过。啊，四农工商都没有。你看，饭食都是自己来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啊，你细细去观察。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是菩萨。阿弥陀佛是老师，学生是菩萨。啊，完全是个学校啊！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他们那边那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形啊，啊，有，但是不叫欲界、色界、无色界，他换了个名词。啊，叫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什么？这是学生等级不一样。啊，凡身同居土好比是小学。方便有余土好比是中学，十宝庄严土好比是大学，啊，它是按你修行程度来分的，啊，那么等觉就好像是研究所，啊，毕业了就成佛了，就妙觉了。啊，所以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去干什么？去上学去的。现在讲留学，到极乐世界去留学，毕业了拿到学位就是佛陀，啊，拿到佛陀的学位，佛陀是佛教最高的学位，啊，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博士，啊，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啊，拿到之后，也学佛一样，发愿教化众生。啊，也有应化在各个不同的行业，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无论他在哪一个行业，都是在那里教化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而对于各行各业没有一丝毫的贪染，啊，这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了，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榜样，啊，
真正觉悟人的样子，不迷惑。那么这也是教给我们，佛法没有离开世间法，佛法跟世间法融成了一体。在世间法里头觉悟了就是佛法，佛法里头迷了就是世间法。世间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只是迷悟不同而已。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自己学习，帮助别人，就圆融了。真正学会了经上告诉我们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现在没做到这个，总是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不圆融啊。佛与法身大士为什么那么圆融？真正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个没有别的，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了，而且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前面我们学过的具足六通啊，对于一个任何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做了些什么全知道，所以教化容易契机。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些种子，教起来就特别容易。如果阿赖耶识没有这个种子，那教起来就难了。你得给他心种种子。菩萨都做。跟熟的帮助他成佛，不成熟的帮助他成长，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通通都做，一个众生都不舍弃。那么像这些我们都应当要学习。佛法里面学的东西多，学不尽呢。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